对，它有一个牌进去，就这个牌。啊，不是我一个人而已啊，还很多人在那边等哦。也有人在那边等了，你看。啊，汪有进带了，带了两个。人家那种望远镜，我那什么望远镜，人家那个望远镜跟你这个望远镜，那个才是专业的啊，这个才是专业望远镜，在那边找啊。是哦。这小子，说说，什么？运气好，一来到就看到金鱼，赏金台，真的是名不虚传。哦，还碰了，还碰鸟了，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啊。我看到很清楚，我看鸟，嗯，去哪里啊？应该在那个浪峰那边。没有去看到了，就潜下去喽。要潜下去喽。
我是刚刚也经过了。他上来了。哦，混水呀、啊，混了两日。哦，它上面至少有一个拱对。啊，有拱对，你看到。我没有用望远镜，不过它的头是上来的。对啊，叫做头机。这只是小只，但是它是还很大只。换鸟，那直接聊。给你看到不少，还特地给钱去做了看不过价。特地给钱还能看到四天。你呢？一直下去呀、啊？一直下去啊。哪了？真的。哪里？哦，在那儿。哦，碰到碰鸟。快水了，他是不是下去了？我没看到了。有这个。都要看，我拍了。哦，好。他头圆圆的。杀人精，杀人精。是不是会吃人的？好像有两只哎！我看到有两只哎，一大一小。你有看到吗？哦，难道是这只耳朵？我看到两只。你看，抽起来的另外一只。你看两只，一只小小的，
看又起来了。哦，喷水了，另外一个小的也喷水了。好像请下去哦，是吗？滑一圈啊，滑一圈好大哦。这个好大，这个更大。拜拜了，我又下去了。后面我头在下面呢。这个、我拍到了，很大。到了。啊，这么大只哦！啊，那你们看到了？好像两只哦，就是刚刚那个。就是刚那个吗？一公斤那个五个那个，两只两只。两只真的。刚才我们看到了，然后他往这里走了，碰水了。哇，好大！这个比较大，这个两只，这很大的。这个我们看的那个。啊，下去了是不是？没有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它喷水了。你，等等，小心，你看，在这儿。没有看到呀，我今天就走了，应该有空。